来痛苦吧。我有一天会跟你一样。让我想想。Hello。Hello。哎，意外阿爹来。报道，我有一天会跟你一样。上路。黑暗的主人会熄灭一切。准备上路。哎呀，力量不值得害怕，要害怕的是掌握力量的人。真理是我的盾牌。
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杀死的。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杀死的。来了。